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坤。今天呢，我们来拯救一下迪迦奥特曼吧。哇塞，刚刚呢，小坤来到密室里的时候，竟然发现这个迪迦奥特曼被外星人变成了乌龟啊！我的天，这是什么鬼？你看，这个迪迦现在被变成乌龟，站在这个密室里面，对不对？难道这个外星人还有这种魔法吗？把堂堂的超级英雄迪迦变成乌龟了啊！好吧，真是奇耻大辱啊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现在拿出这个狙击枪，把这迪迦救出来，好吧？可恶啊！这个外星人呢，现在也已经发现我了啊！你看，他们现在是想来到我身边打我了，看到没？走，我们看一下里面还有没有啊？迪迦挺住啊！等一下呢，我就把那个变回来了。我还变成一个乌龟呢，真是搞笑！你看，这里呢还藏着很多这个外星人，对不对？哇，不得不说这些外星人还是蛮狡猾的啊！把他们通通消灭掉。我们这下呢一定要小心一点。当这个外星人吐这个火焰的时候啊，我们一定要躲着。你看，把这些外星人呢，总算是消灭完了，对不对？我的天啊，这底下真是惨啊，对不对？那等下呢，我们用这个宝石，看一下能不能把它给恢复回来啊。好，那今天就玩到这里，我是小葵，拜拜。